OK，那个我今天呢要大家介绍我们的洛斯特房子啊。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家，看这个设计有没有？这个小家设计看起来就不一般了。我刚刚录了一段，结果我他妈发现我完全没录到声音，害我他妈的要重录。然后到上面，到上面你会发现箱子设计。特别的，这边三个小动物，然后这边你看望着夕阳多美丽。OK，我们出去，接着带大家逛一下我们的小船屋。哎呦，看哦，前面有一个人在挂机哦，还不靠他一下。完了，他往我这边走过来了，完了。OK，我们进去。这个有人在这里挂机，靠一下，舒服。拿一根针筒，先插一下。我们这一艘船都没有啊。OK，我们离开这边。看这两个人在干嘛？抓到了！好，不要理他们，我们走。带性侵哦！这是谁？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。这是一个楼梯，那时候感觉一个灵感，就把它盖完。看这个楼梯，多棒！Special，你看这个人，神经病在那边跳。到我们主家，也是最漂亮的一个东西。我们这个围墙呢，采用的是通风设计。我们这个围墙，这是一个放飞机的地方。这个围墙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围墙最特别的点，通风设计就在这边。这边你看，跳，蹲着，跳，没干，没跳好。进来了，有没有？多么温馨啊！哎呦，我卡住了。OK，带大家绕一圈我们的围墙外。这边呢，枪塔，一堆枪塔，然后箱子，空的，没屁用。然后这边一个三级工作台，然后这边三台小子，好，我们进去物资库，这是我们皮克掉的部分，这个枪塔帅气，然后我们上面那边可以打下来，很帅。来，我们进去我们植物资库，我找一下昏迷路，OK，这边一个电灯有没有？然后这边一个枪塔，跳上去，哎呦，我们家太卡了，没肉，厚实一点，一个箱子，我们的衣柜，租衣柜啊，没什么，OK，进植物之库，我们植物之库两个大汉在这边不知道在干嘛。这门榨菜，整理的蛮整齐的嘛。怎么了？原来是空投，我还以为要用手榴弹把我毙了。OK，带大家去我们的顶楼啊，也不算顶楼，这边二楼，靠背，二楼，我们这边多。都非常多的箱子，然后我们这边装备、子弹、枪，OK，三攻，又一个三攻，就是这么牛逼。OK，到楼上，我们这个呢，我们有分开属于自己的房间，这就是这应该是我的房间，带各位看一下我房间的，有衣柜，你看，
多么整齐啊，这就是我平常会用的房间。拿一根火把关起来，我可以不去偷窥别人的房间。哎呦，偷窥他房间，哎，太穷了，这不用看。哦，看这个泥腿的房间。哎呦，抓到 L96。哎呦，太多枪了，受不了。这个我都没结过，是怎样？这就是某人的房间，高速，有钱人，这就叫富二代。OK， 到我们的炮眼的设计，我们这个炮眼非常衰，没有连通在一起啊，打的时候非常困难，下面有人的时候也很难打，这是别人的房间，我们的配电房，配电房，然后这边就一个三栋，配电房。好吧，那我找不到配电房，我们去顶楼。我们的顶楼呢是采用个四风车的设计。我们的这个高筋楼梯是最好，我们这一整栋房子最棒的东西。没有这个高筋楼梯，我们就不能到这个这边，绝对不是盖错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风车很好，枪塔，我们还可以跳上来这边打下面的人。刚跳上来就先被秒，然后呢，这是别人的房间，我们进去，看空的，来看这个人在干嘛？他拿着 M249， 不知道在干嘛，这是一个二倍反光图啊。人家围墙，看到了吗？这么帅！太刺激了。OK， 大概介绍到这边了，拜拜。我没扣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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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会。